每天多吃红肉，大肠癌几率多一成。WHO 明文建议说，红肉实际上是对人类可能有害的。红肉肉质里面它是含有很多那种亚硝基，就容易造成你细胞会突变。突变呢，当然就是癌细胞的来源。台湾的癌症发生人数第一名是大肠癌。对，一天多吃100克的红肉，得大肠癌机会就会提高12%。对，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